叫什么？你一定很动心了。那你很开心吧？死人嘛，有什么值得开心的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能把快乐带给你的人。我很寂寞，你今天晚上来吧，把快乐带给我。好，我一定来。没什么，上次你到我家来帮我安装电脑锁，我还没有谢谢你呢，真不好意思。别客气，我明白。你心情好点了吗？听说你搬到我家附近来住了，没听你说过。又没问我，我不可能到处跟人说嘛。你搬来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你是不是因为我才搬到这里来住的？杰伊，我看你误会了。我虽然欣赏你，但还不至于像个15、16岁的小影迷那样。我搬到这里来住，是因为这里的空气清新，环境幽静。你说的对，这里很适合居住哦。没想到我们还做了邻居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来我家吃顿饭。好。对不起，耽误你很多时间，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拜拜。喂，谢谢小姐，我是木偶先生。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失约？昨天晚上我有事，所以不能来。你不是不能来，你是没胆子。你说过你爱我，会把快乐带给我。你不来，很叫我失望。我是有苦衷的，下一次我会补偿给你的。我不会再相信你这种没信用的男人。说什么叫我欲仙欲死，你说的全是些废话，你根本一点都不爱我。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绝对愿意为你牺牲一切。光说有个屁用，你要用行动证明给我看你是怎么爱我，我才会相信你。你要我怎么做？木偶，我男朋友死了，我很寂寞，我需要男人的安慰。如果你是真正的男人，今天晚上来找我，把快乐带给我。哦，今天晚上？你别找，我找别人。哎，不要不要，你等我，我尽快来。什么时候来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办完事就来。好，我开香槟等你。今天晚上我们要浪漫春宵，我看你怎么爱我，怎么满足我。你眼睛看着哪里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！竟然敢开枪打我，为什么？看着我！贱货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不就想得到我吗？来吧，你尽管来吧，我就是当被鬼呀！你性变态，你色精狂，呸！你让我上的。是你说的，你不要，不要，你。